唉，早知道期末考试这么恐怖，我们就该听杰克老师的话。你错了，我们不能再消极啦。对了，是不是该考虑投票的事了？嗯，什么投票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每学期放假前，不是会发表优等生的投票结果吗？唉，估计我这次是没希望了。要不要帮你一把？你呢？我也不用，我这边已经差不多弄好了。说起新生，我感觉来的会是男生。我感觉来的会是女生。我赌男生，我赌女生。那我们赌一把。大家看向这边，他们是新来的舞女、囚徒、冒险家，大家欢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生舞女。大家好。我的爱好有很多，希望能跟大家好好相处。我们也一样。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吧。我们也一样。你在写什么？我们一来这个活动嘛，太棒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好耶，我们也一样。